这样子会更人性化一点。
其实就是说，如果说还有就是说，如果说这没有这路由器嘛，想出去干活没有这路由器不方便的话，你就可以拿那个什么两个手机就可以了，一个手机当热点，然后一个手机去连那个手机的热点，然后这个手机你也是连到热点就可以了。也太多，打点那是我的闹钟。啊，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来电话也没事。现在已经有一些那个实操的感觉，就是。现在这个比赛啊，自己公司买的东西，我们买这种。这个怎么搞的？这个很好买吧，反正买个1000来块钱。但是你说报备厂买的早就对，你就早就报备了。那你这个老训练那个那个什么欧比斯那个好多那个仪表，对啊，这套仪表你看，你到时候自己再去买多少，你们就拿自己去搞。问他信息哪方面不会？他现在就把他数据全部发泄回去了。计算完之后，然后就发泄回去了。然后就做完了。然后下一步就到配钥匙了，叫变成钥匙，然后点。放工作钥匙放到这里。你呀，这也挺专业，这导演。OK。这要是列表，我们随便选一个，选个七，然后学习，放新钥匙，这个拿走，等一下啊，我把它放这里，新钥匙。学完了，是行了吗？嗯，然后装车就可以用了。然后看这里，看这里不是七吗？就学上来了。如果你想再学的话，就点学习另外一把；还想配的话，不想配的话，就点退出就可以了。配完之后，车上去启动就学习了吗？对，启动它就对。就